全球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伟，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在疫情肆虐，甚至连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的总统川普都染疫的时候，这个时间谈永续乍听是诚意过高，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更着眼的是谈永续这个概念为何在现在特别重要，而又该如何做到。我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他是平台 CSR One 的编辑暨专员倪尚竹 Tracy。 嗨，大家好。首先我们要先来谈几个永续概念的入门 ABC， 就是什么是 CSR， 什么是 ESG， 什么又是 SDGs。好，没有问题。所谓的 CSR， 它其实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这个一连串英文单词的简称。是。那其实台湾把它中文翻译叫做企业社会责任。嗯。其实它在最早开始出现 CSR 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最主要的是想要提倡组织。记得是组织这个单位，组织的社会责任，意思就是呢，这些组织可能包含了政府单位啊，医疗产业单位，或是一般的民间民营企业，或是非营利组织，在追求他们的最重要的那个利害关系人，比如说我举企业为主好了，企业就是在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嘛，还有他自己本身营运的最大化。对，所以这是很传统的一种定义，所以 CSR 因此对他而言，我就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算是蛮世界趋势性走在比较前面的概念。您请继续。没错没错，所以因为台湾把它翻译成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所以有部分的民众其实在刚开始接触这个名词的时候会不太知道，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已经在做一般的社会跟公益层面作为，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懂 CSR？ 那企业这时候强调 CSR， 它是不是就是只想要博美名博版面？嗯哼，那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刚刚有讲到 CSR 这个名词，它最主要是希望让组织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呢，也兼顾到其他的利害关系人。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就是关系着你整个组织营运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所有族群分类，比如说包含员工，或是你的消费者，或是你的供应链供应商，还有你的社区，还有你的厂房建制的那个环境，都需要被考量到里面。是。那CSR 的出现呢，其实是大众对于资本主义，尤其是世界比较前卫的国家，比如说北欧那一块，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冲击的再思考跟反省，去思考说，企业在全球占蛮大的经济体，那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实也在污染我们这一颗很珍贵的地球。那是不是有一些作为是我们需要重新反省考量，然后去补偿的？所以我们当谈到 CSR 这一个名词的时候，最最最基本底层的 CSR 作为，就是那间企业它去遵守它那个产业的法规，还有政策规范，是以及去可能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捐赠。或者他会有拨款给慈善基金，这是最基本浅层的 CSR。那到第二层面呢，比较有一点永续意识的组织就会开始思考说，我有了永续概念，那我应该把这个概念放入到我整个组织跟供应链的营运管理流程去做一个改善。我去在整个商业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去减少对社会还有环境上面的负面冲击，这是我们所指的第二层的 CSR。那到第三层比较高阶的 CSR 呢，就是把这整个永续的概念纳进去组织的规划跟营运的决策流程。然后并且经过经济利润然后环境还有社会的三个面向的共同利益去发展你的企业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有可能是遵循旧的，就是我们所谓讲的第二层的营运的流程改善或者是优化，它有可能是新的，就是你从整个营运过程改善的发展之中，你看到了新的创新的商业发展机会，这也算所谓的第三层的 CSR。那我们所讲的永续也常常跟 CSR 挂钩。那为什么要发展永续？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非常不确定的世界里面，组织还可以保有一定的稳定性，然后去积极发展未来的商业策略。这样听起来 CSR 它其实并不是它字面上面想象的责任无限大利益极小化，反而是一种动足机先。没错，了解。
主持人简单的就是精辟总结的非常好。好，那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什么是 ESG。 好，讲到 ESG 就必须先回归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CSR、okay. 我们讲 CSR 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它其实叫做台湾翻译叫企业社会责任。那我们刚刚理解完之后发现，哦，它其实是组织的一个社会责任的实践跟重新再思考。但是我们讲这个名字的解释的时候，它的定义其实太广了，而且太庞大了，是，所以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一步骤一步骤去理解或是去把它做区别分类，我应该从哪里开始。所以在CSR 这个大的框架底下就衍生出来了所谓的 ESG 三个分类。在 ESG 三个这个名词当中呢，我们把 E 分类作为叫做 environment 环境部分，是，还有 S social 社会的部分，以及 G governance 公司治理的部分。那在这个ESG 三个层面，是因为就我们刚刚讲到前面 CSR 的社会责任的概念意识兴起，那也同样是因为说我们发现过去很多的企业或是投资人在看一间企业营运状况健不健康的时候，都比较着重在于它的财务上面的表现。嗯，但是呢，因为现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到了，尤其在台湾啊，也不算太还需要迫切的求生存的这样的社会环境底下，我们开始关注了更多有关于人权还有环境上面的议题。是，所以我们会更聚焦在于企业如何针对我们刚刚讲的 S 跟 G 的层面去有一些所谓的展现，还有企业如何去做这方面领域的投资以及改善。嗯哼，那就在这样的氛围环境社会底下，企业经营者也开始关注到说，嗯，对，如果社会当中都用这样的放大镜跟聚焦镜在看我的公司表现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做一些调整？因为我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所谓的 ESG 就是会放在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的层面。那我相信主持人最近也有这两三年也有观察到，不管是世界趋势还是台湾，都越来越多有关于 ESG 这个名词或所谓的永续名词出现的金融性的衍生商品。嗯，你有发现吗？对，像哪些呢？像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像 ETF 0050，或是像永续的基金，大家应该对这几档比较有感，就是通通股市价值表现都不错的那几只。是，对，所以因为有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有把 ESG 这几个概念纳进它的政策跟企业营运管理作为的制定，会发现它在后续的营运绩效跟财务绩效还有 ESG 的绩效都成一个正向成长的正比。 CSR 组织的社会责任，或者在台湾习惯谈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怎么说，对某些人而言，乍听它是一个阻碍利润赚取的概念，但事实上我们发觉利润赚取跟 CSR 它其实两者是正向的，彼此的来发展，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错，因为 ESG 我们在讲这个这三个大层面的时候，它很大一个因素是鼓励企业或是组织用这三个层面去鉴别它的风险。所以如果我预先知道了风险，我预先知道有哪一些我可以先做管理或是预防的话，我就会比其他的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会有更有弹性以及更优异的一些商业上面的表现。是，那这部分当然也会跟我们今天这个主持人开设的这个主题很有关系，就是疫情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发现确实拥有 ESG 表现的这些企业，它的表现会比其他同产业的人更有弹性，然后也更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好，那什么又是最近几年甚至在联合国这个层次都常常提到的 SDGs？ 先跟大家简介介绍一下所谓的 SDGs 好了。好的，它这个 SDGs 的全名呢叫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它是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间，它针对人类哦，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所提出的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嗯哼，那这个目标呢，是希望可以在2030年以前，世界各国的政府跟拥有很大庞大经济体的企业，
一起针对他们定出的这十七项目标去推动永续发展的指导方针。嗯，那在这十七项发展目标里面，大家应该比较常听到，尤其是台湾最近可能比较红的，包含能源，包含性别平等，还有我们的责任消费生产，以及气候变迁，这十七项很多都已经涵盖了 ESG 三个大层面。是，那在这十七项大型的框架目标底下呢，有各自全部加起来总共169项的追踪指标，去让企业去做一个应对。是，意思是说，企业在做它的ESG 的风险拟定的时候，它同时也可以把这些风险跟商机跟跟 SDG 的指标做一个衔接。嗯，它的哪一些营运策略，其实它在发展的过程是有帮助于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的。嗯哼，这个部分也是企业很可以去做一个，把 CSR 概念导入企业的一个依循。嗯哼，我们继续聚焦来看台湾的情况，在这几年开始，金管会要求大型企业必须每年都公布 CSR 报告。那 Tracy 作为 CSR One 这个国际趋势性概念倡议平台上的编辑，是如何解读台湾百大企业在较长时间的 CSR 的报告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特色？该如何勾勒这个轮廓呢？如果是整体概括来看的话，在资讯揭露这一块，现在还是台湾目前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跑比较快的那些国际大厂模范生，都是最主要要推动的主力发展。哦，就是因为我们资讯揭露其实还没有到达一定的全面性揭露的标准。 OK， 我们虽然有非常多的企业在做资讯揭露这件事情，但是还没有到达我们企业台湾期待的那个数值。揭露资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可不可以举个例？又或者说这个跟大众社会有什么相关？这就要提到其实在我们提到一个关键时间点好了，2015年的时候，台湾其实发生很多个社会事件，就包含食安风暴、食品安全卫生，然后还有包含可能一些化工产业上面的管理作为。嗯，这些非常大的社会议题事件都让我们的政府一再的发现说，企业其实并不是只发展财务，只看财务，然后只帮台湾政府或帮台湾这个国家迈向经济成长就好，它有非常多的社会责任是需要遵循的。了解。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金管会就有定定了一个规范，它那时候规范是50亿以上的资本额，你都必须依据国际上面的一个永续报告框架叫 GRI。用他们的准则的方式去揭露你企业内部的资讯。是，那在 GRI 这个准则框架底下就有非常明确的指标，比如说101 201 207，就有这么多的指标去让企业去揭露他们有关于财务方面的表现、环境方面的表现跟社会责任的表现。 okay, okay. 站在企业的角度，揭露资讯其实对企业有相当的风险吧？这样听起来有些企业不愿意做好像合情。其实金管会当初在制定这个政策规范的时候，一方面是希望让很多很重要的资讯都可以被开放出来，让大家能够了解企业的营运状况。是，那资源的开放跟资源的共享，在这近几年大家也有发现，这个开放这个名词底下，我们出现了很多新的创新商业模式跟机会，不管是共享单车，对呀，这都是。所以当企业把这些资讯开放出来的时候，没错，企业它本身会遇到一些风险，比如说我会不会在里面揭露一点对企业比较不友善的一些负面议题，它会不会就对我的营运本身有影响 ？OK， 那这是企业的风险，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它很诚实的告诉消费者或他的所有的投资者或他的员工或者是社会大众，他如何去管理这个负面议题。比如说他可能为了保护员工不受危险，所以他先做了哪一些预防措施，他为了照顾员工，他先规划了几个员工关怀政策，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份报告里面可以做到了一个很蛮大的沟通的效果。嗯哼，那在今年度金管会又发布一个新的政策，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前面刚刚有讲到他把规范设定到50亿以上的上市柜企业你才要出版这个所谓的 CSR， 就是我们指的永续报告。是，但是在今年呢，金管会已经下修这个规范了，你只要20亿以上的资本额上市柜企业，
你未来都必须出版永续报告、嗯、这也是政府政策在资讯揭露这一块的大力推动、嗯、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认识到所谓的资讯揭露这件事情会带来所谓的一点点风险跟更多的商机、嗯、那透过这样的资讯揭露的方式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不仅仅只是台湾的利害关系人，还包括很多的外资都可以持续关注到台湾的永续发展，其实是表现得非常亮眼的。嗯哼 ，size does matter。中小企业作为台湾产业的主体，已经不叫做撑起半片天，可能是可以说撑起一整片天。那它的量体基于比较小，所以它的发展和治理是不是就跟 CSR 无关？或者说他们应该如何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绩效工具？嗯，我觉得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非常一直想告诉大众一个很关键的资讯。台湾有非常多的表现很亮眼的企业，比如说台积电，是，或是可能科技产业比较知道友达或者是台达电， yeah, 这些表现非常非常亮眼，然后永续层面也做得非常好的企业，他们现在的角色都会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国际有哪些新的框架出现，那我如何去跟国际投资人做沟通。可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那台湾这么多中小企业怎么办？对，而且很重要，因为没关系了吗？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您提到的那些主要是高科技制造业，他们打全球牌，我想他们有够大的一个量体以及部门的分工。可是中小企业，因为我们做台湾作为一个就是中小型的贸易体、中小型的经济体，所以他们外贸常常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命脉。他们某种程度，他们也打全球牌。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能量去达到这个国际间要求的这种组织的企业责任、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话，其实对他们的生存会越来越不利的。没错，所以主持人讲到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点，是我们会讲所谓的社会责任、组织的社会责任。我们会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就表示中小企业一定跟 CSR 有关，而且它有需要。有那个必要性跟急迫性，一定要发展永续。那为什么呢？我可以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是，刚刚主持人前面有强调的，国内外企业的永续供应链的管理，就是你的从产品生产上下游的这些管理的力道，跟社会大众瞩目的焦点的力道都正在增加。嗯，那因为 CSR One 它每年三月我们都会公布一个当年度的台湾永续报告的现况跟趋势分析。嗯，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整份报告检视完毕之后发现，其实在台湾企业这一块已经有 50.2% 的企业开始在进行供应链的管理了。那当这些企业都已经开始在做供应链管理的时候，势必一定会扩散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是的，这就是第一点，为什么中小企业一定要有这个必要性跟这个急迫性要去发展永续。那当然第二点，因为全球不确定的风险慢慢开始变多，那个风险也开始升高。嗯，像今年从去年年底开始烧到今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的疫情，是，还有全球现在比较瞩目的可能澳洲的野火，还有水灾、气候变迁，这些都是中小企业需要关注永续的一个要素之一。嗯哼，那当然第三点就是，不管台湾还是全球，在环境法规层面的力道都开始增强。是，所以如果你不赶快知道我面临哪一些风险，我要先遵循哪一些法规，当然我的营运成本就会提升，我还可能会被我的上游厂商或者我的下游厂商淘汰。对，因为我不符合那个法规，对，所以我只能被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取代性的产业被淘汰掉。是，对，所以这几个帮大家整理出来的项目，都是中小企业必须要赶快发展所谓的社会责任跟朝永续经营的脉络走去的原因。是，那当然，因为我们在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在做 CSR 的时候，它确实会在前期投入非常非常高的成本。对、啊、因为它就像你去做一次健检，对，这个形容不会有人每个月或是每半年做一次健检吧、嗯？应该都是可能两年或是一年会做一次健检。是的，可是你知道健检要花不少钱，有的时候医院可能有出一些套餐，还有一些优惠，但做 CSR 这件事情它就像健检、嗯、所以你要做健检的时候、嗯、你在前提就要舍得去砸花一点点钱去开始知道你的企业本身到底重视的是哪一个核心营运的商业模式、嗯、以及我可能遇到的风险有哪一些。那并不是说中小企业它就没有办法做CSR 做的像这一些品牌大厂来的这么好。中小企业要做 CSR 其实有一个特色，我们之前在、哦编辑台去采访的时候，又有一个受访者告诉我们同样的概念哦。他说，中小企业如果要做 CSR， 那就可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开始。OK， OK， 嗯，比如说我们讲大处着眼好了，我们刚刚有前面提到，比如说不管是水灾，还是野火，还是台湾会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台风、地震。这一些看似非常大的议题，我们把它带入假装是气候变迁好了，这个感觉很大，好像离我们一般民生生活有一点远，但其实小处着手就可以开始从组织内部的政策规范开始制定、嗯、比如说我就规定我的员工每天就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我在那段期间我就是关灯或是我省水、哦、我慢慢慢慢的去累积积少成多的这个成语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是，所以如果中小企业能够这样慢慢慢慢从小事开始做起，它也算是一个小型的 CSR 的成就。是，那我们在采访台达电，他们在整个做永续沟通的过程中，他们有提到工程师有的时候并不认为做 CSR 跟他们在研发产品有什么样的关联。嗯嗯，所以他们会告诉工程师说，你研发一颗灯泡，如果你节省一颗电，我卖到全世界去，我几亿颗灯泡，你看你就省了几亿度电呢、欸嗯嗯。所以当积少成多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量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非常的足够了。嗯哼嗯哼，是。那当然，中小企业在发展永续的时候，常常会面临到一个就是第一个困难，他们可能老板跟员工都对 CSR 没有确切的认知。对，是吧？对，因为长时间就觉得那个是易来易去的资本额的大公司才会要去注意的部分，没有错。所以在认知的这一块啊，就有非常多的CSR 可以努力的部分、哦、因为认知这一块就是要打破大家 CSR 就是捐款、慈善，或是我偶尔身上做环保的这个迷思，也就是我们前面在介绍 CSR 的第一层的这个概念。您刚刚形容好传神啊，可能有些人对 CSR 这三个字把它具体化，就是您刚刚那一句。嗯，没错没错。那当然中小企业在发展永续，除了他们老板跟员工对这个概念没有确切的认知之外，当然还有第二点，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它的门槛实在是有一点高。比如说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啊，整个沟通过程中会发现它出现很多专有名词。嗯，哎呀，所以他会被人家认为他太专业了，我听不懂，我就先不要动好了。嗯哼，所以会导致有一些中小企业，他在为了求生存的处境的情况之下，选择我就先不做 CSR。嗯哼，对，那当然这两个困难呢，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协助大家做改善。嗯，第一个认知的部分，我偷打广告、嗯，当然可以多多看一些 CSR 的网站平台，去看这些相关的资料。CSR One 就有非常多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是，听众朋友，这个 CSR One 就是 CSR 三个英文字母之后再三个英文字母 O N E CSR One 是，请继续。没错，没错，就是去善用现在已经有的平台的资源，是去让内部的员工或者老板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概念。那当然也可以导入一些像现在已经永续领域非常广泛的，不管是桌游还是像大学生为了要提倡气候变迁发展出来的桌游，都是一个很好接触 CSR 的第一步。嗯哼，那第二步呢，当然就是可以善用一些科技，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在采用比如说人工 AI， 或是有已经市面上已经有出版的一些报告书的产制
工具去讲降低他们在产制永续报告书或者在做 CSR 风险鉴别的时候的一些相关工具跟产品。嗯，所以这几个方法都可以帮大家或帮中小企业主去降低我们刚刚前面提的这两个困难或这两个门槛。是 CSR 乍听是以为在利他，实则也是在利己。那么CSR One是台湾的第一家 CSR 永续沟通与互动的平台，对于经理人可以造成的影响以及帮助，我们刚刚已经聊很多了。那对于记者和普罗大众这两类不同的社群，可以如何来看、使用、运用这样的平台？CSR One 它提供非常多不一样的资讯。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啊，经理人可以从我们的平台上面得到我现在身处的这一间企业或是我身处的组织，我现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如果我要发展永续的话，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后续的执行这些步骤。 CSR One 提供非常非常多如何做的相关内容资讯，所以经理人可以从这个方面得到他的一些帮助。那在记者的这一块啊，我们因为 CSR One 它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全面性的媒体，我们最主要的存在目的是希望把台湾的永续表现带到国际，也把国际现在非常夯的趋势跟资源带进来台湾。是，那我知道大家英文都非常好，有的人会习惯自己看，但自己看永远没有来比得上用自己的母语去读一份文件来得更快。哎，是的。对，所以 CSR One 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先去敏锐的探测，国际现在市场上最关注哪一个议题？嗯，那这些议题有没有已经有现存的工具？嗯哼，没有的话 ，CSR One 可以怎么帮大家能够更快的去接触到或是接轨到这个议题？嗯哼，所以在这个领域方面，CSR One 就会帮大家做很多很多的整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媒体朋友这一块呢 ，CSR One 常常会把一些国际台湾的企业在国际的永续组织里面获奖的资讯带回来台湾。嗯哼，那当然还比如说之前我们有更新的关于 CDP 问卷，就是啊，这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来来来，大家可以到电商网站上面看一下。OK OK， 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DJSI 道琼永续指数啊，是像这一些非常大型的关于永续企业的入选及肯定的资讯 ，CSR One 都会及时的去做更新。那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也会习惯跟我们，针对永续领域啊，还有台湾的企业永续表现来做讨论。对，那因为记者朋友都会像主持人一样，就是非常的单刀直入，而且一针见血就点到啊，台湾应该还可以往哪一个方向更好，或是媒体朋友其实用转译的角色去把这个很专业的资讯转译成普罗大众其实比较能够懂的资讯，所以我们就会有蛮多的这样的沟通。那当然对普罗大众来说，CSR One 也有提供像活动，一般的线下活动工作坊，然后还有所谓的人才培育的服务。因为我们有意识到嘛，我们刚刚有提到中小企业如果要做 CSR 其实门槛并不低，认知度并不够怎么办？所以 CSR 做了非常多年的永续人才的专案计划，就透过一连串的训练以及实习，让他们能够知道哦，原来 CSR 是这样的概念，原来我有这么多方式可以执行 CSR。 所以当他们从这个实习场域毕业出去了之后，他们进到了企业就可以立刻把他们所学的 CSR 知识运用到那间企业底下。嗯，对，所以CSR 也提供这些服务，欢迎大家上来看。是啊，我这样意识到，其实 CSR One 这一个平台所在致力的事情，我估计也可以把它浓缩为像是国际传真，然后架桥铺路，让就是台湾跟国际的这一个趋势概念很具体的接轨，里面有相当多操作，等于连 rule book 操作的过程指标都在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可以免费的看到。没错，是我接下来要请教这个上主的是更进一步哦，我们常常说 COVID-19 带给人类历史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震荡。那我们也看到许多
国际性的百年老店惨淡，甚至是熄灯的案例，那几乎遍地烽火，四处可闻。那甚至是有其中一条产业链，就是观光，它包含了旅游、航空、饭店、餐饮、民生消费，它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受挫。所以首先这个给组织领导人，任何一个组织的领导人都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呢？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疫情的席卷底下有感受到，不管是我猜不管是企业或者对个人生活的心态都有蛮大的一个转变。那当然对组织领导人来说，他可能会发现原来我的组织的风险议题鉴别其实并不完整。大家可能还是只专注在可能国际政治的震荡或是气候变迁，可是却忘记了有疫情的这一块。所以导致我的风险鉴别的并不明确，或者是我在供应链管理上面作为考量的不够全面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供应链断裂。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事件新闻，就是啊完了，我的厂房可能在东南亚，我的厂房可能在中国，那我的产品都运不回来，这下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不断的给领导人提醒，所谓的不要把风险放在同一个篮子的概念。对，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上了蛮大的一堂课。那当然这几堂课我可以连同国际现在不管是国界好了，还是台湾，或是企业跟政府里面出现的一些新趋势，一起跟大家介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便从北欧，他们很早很早，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倡导所谓的绿色新政策，还是说他们要推动低碳经济，都是说北欧那边讨论的比较多，但是在这一次疫情啊，不管是锻炼还是说我们开始意识到真的是地球的环境风险的反扑对人类的影响，甚至对企业的影响是这么的大的时候，绿色新政这个名词就瞬间成为国际上面热门关键词。是没错，而且因为我们在所谓的绿色新政，绿色新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追求绿色的能源，我们要发展低碳排放的经济。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能源的需求开始下降了。是，有很多的企业跟投资机构开始不投资石油这种高污染的产业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绿色新政跟国际上面的绿色复苏的呼声底下，可以看到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都开始在做所谓的绿色新政的讨论。但当然也开出了一个新的气候商机啦。那我们有平台有观察到一个新的气候经济组织有数据调查显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30年，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发展气候行动的话，可以至少带来全球$26兆的经济利益。你看这是不是很高？是，对，所以甚至到2030年还可以创造出超过6500万个新的低碳就业的机会，如同台湾企业在发展的那个风力发电。OK，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机会，当然也是一个新的常态跟一个商机啦。是，那当然第二个部分的话，国际间也开始在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类型的资本主义。大家会不会有点好奇？其实资本主义分为几个层次哦。资本主义分为利害关系人的资本主义，然后当然也包含一般的所谓的反正现在国际上面最主要追求的是所谓的利害关系者资本主义，我们就所谓的 stakeholder capitalism。就是他们想要把私人非政府的这种营运的企业定位在他是社会的委托人，注意是社会的委托人哦，而不是股东的。没错， okay， 所以这个模式呢，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意识跟概念，说企业不能只是服务股东，他也要服务客户，也要服务员工，也要服务社区跟整个社会， okay，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ESG 的概念完全是 match 的。所以当全世界不管是政府或是那些大型的机构投资人都在强调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时候，那我的猜测是未来应该会有一点关于商业模式上面的转变。对，那当然在社会层面我们发现的一个新的常态跟趋势是，大众开始会把目光聚焦在企业跟组织上面怎么做社会议题的行为。
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政府可能企业只是拿钱出来就是捐赠一个基金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怎么对待我的员工民众会看啊， okay， 我怎么去对待我的社会，是这样的，是没错。陈伟在 CSR One 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许多所谓不浪费一次灾难为探讨切入点的文章。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谈的是说，面对目前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所谓的新常态，国际间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要怎么样在震荡带来的断层中播种下永续，这里面有哪些准则特色？我们刚刚前面主持人也有讲到，就是如何把这个概念播种。是是，那播种这个概念很想偷打广告，就是真的请多看有关于永续的平台的资讯。认知层面还是目前大家okay， 包含我们在推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啦，因为确实大家对于 CSR 这个概念认识的还不够，它还是停留在比较基础层面。那因为在疫情的席卷之下，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过去企业追求财务表现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那企业的品牌声誉啊要维持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当民众开始关注到你如何在疫情期间有新的社会层面的表现的时候，企业的作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是，那当然也在这个新常态底下呢，企业开始会意识到，因为感受到痛了，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的可能收入下降，我需要裁员，那我可能需要改变一个新形态的办公方式，这些的转变都让企业开始意识到说啊，我必须建立起我组织的所谓的敏捷性跟弹性。所以敏捷跟弹性这两个专有名词会变，也不算专有名，这两个关键词会成为组织未来发展管理的核心啊。是。那 CSR One 在今年中的时候啊，也曾经针对台湾的 CSR 产业冲击调查，去做一个小研究。我们有发现供应链断裂这件事情是对组织产生影响最大的第三名。没错，所以这个很巨大的痛不只是对企业本身造成，企业它在裁员的同时，它也可能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失业率上涨。是的，所以整个环境是在整个失业率会上升，对不对？没错，是，没错，没错。所以在企业痛，然后民众痛，然后政府跟全球国际都痛的情况底下，我们确实有明显看到越来越多的，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已经意识到所谓的 CSR， 或是最浅层的意识到所谓的气候变迁这个单词。OK， 那我觉得这已经有很好的做一个提醒，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讲的，不浪费每一次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我们自身的反省跟检视，当然也是我们重新开始调整我们做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节目的一开头我们聊到说，在震荡当中谈永续似乎诚意过高，可是透过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它为何重要，是因为这是为了自身的存续，以利他的方式，实则也同时在利己。而到底如何做到呢？这里面有许多专业的工具指标可以供参考，包含 ESG、SDGs， 这个其实都是在 CSR One 这个平台上面有许多深入浅出的报道的。我今天非常感谢 CSR One 的编辑暨专员倪尚竹 Tracy 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周节目空中再会了，拜拜。